Hello， 思琪妈妈。诶、哎，前排只眼好似有啲事喎。啊、之前我諗兩個月前啦，我整親個眼角膜咯，咁話休息咗成三個禮拜啦，又唔可以戴隱形眼鏡啦。咁但係我戴咗隱形眼鏡20年啦，醫生話如果我再咁戴落去咧，俾我做激光矯視嘅話，仲危險30倍。咁我快啲又排下期，然之後就去快啲整咯。咁而家都休息咗一輪咯。是啊、但是不可以有些強光啊、射到隻眼，有太陽又要擋住啊，這一個月又不可以游水啊，咁樣咯。問題好像是戴得太久，我記得係嘛？問題是戴了很長時間咯，同埋隻眼原來咧平時冇護理佢啊，以為唔乾，原來佢一發覺有事嘅時候就會乾到有問題，就冇得救咯。平時要滴緊嗰啲眼藥水啊，你哋都要。係啦，為個女你真係要小心啲啊！阿女考到心儀學校喎，我都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因為由細個就要開始同佢揾學校咧，都好煩惱啊！又要找到一些學校是適合他的啦，又要他表現好啦，不要扭計啦，咁所以即係去 interview 之前咧，都有啲少少秘訣嘅。有咩秘訣啊？分享下。例如就是之前嗰晚一定要捉佢早啲瞓啦，因為平時佢好夜瞓覺嘅，佢唔夠瞓就會朝早發脾氣啦，咁就慘啦。就算平時表現好，但係去到嗰一刻，表現不到出嚟，咁就問題大咯。咁另外有啲基本適應顏色啊，所有嘅嘢啊，要同佢温習咗咯。叫佢唔好咁緊張啦，當平時媽媽喺度啊，同佢傾偈咁。咁啊，入小學啦，要努力啦，思琪媽媽嚇。係啦，開學啦，我都心情好興奮啊，我會同佢一齊翻學噶。多謝你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。